么在年轻的赵玉英啊，离开了绿茵场，离开了英超狼队啊，在他29岁这一年啊，他选择毅然决然离开绿茵场啊，以教练身份执教一支新的队伍，穿梭时空的约束。这一次，他汇聚了足坛历史上所有的传奇球星，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会擦出怎样的花火呢？经理职业生涯直接进去，我们没有预算提高，我们也没有第一个赛季的这个顶级球探，没有，都没有，我们骂都没有。经理赵逼逼，中国传奇教头赵逼逼，好可怜啊，感觉小赵现在变传奇教头了，他好可怜啊，他没有头发了，谁能想到就是这个男人他没有头发了。想当年我一头紫发已经像我了，真的有点像了，兄弟们，真的有点像了，你们感觉到了吗？我觉得真的有点像，然后把脸弄尖一点，就完全就是一个脖子里刻出来的小赵，只是他变成了光头。哎，我觉得就这个发型吧，我小赵退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对吧？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到波鸿，不错吧？哎，这个球衣挺帅的啊，我们好像有黄色的球队，有红色的球队，目前还没有一个蓝军，赵玉的小蓝军还没有过，对吧？来看一下啊，那我们这一次的传奇经理模式就会在这一支德国足球乙级联赛波鸿啊，开启我们最新的国足青训计划。年轻的曾经的传奇球星赵玉一将会执教这一支由从1938年成立的俱乐部啊，在德国第二级赛事闯荡出一片天下。他们有422万的转会预算啊，来看一下我们能否闯出一片天呢？首先啊，人生只有 FIFA， 最高难度是中级啊，中级，谢谢啊，不是传奇，传奇是第二个难度，最高难度是中级啊，中级，我真的是解释10000遍了啊，最低难度就是你初学者，你没玩过 FIFA 啊，最高难度是中级啊，6分钟，新党会有怎样的真诚的令人惊讶的决定啊？狼队传奇赵逼逼将会执教这支新的球队，他自己的执教经验不多，但是他曾经是一名世界级的中国球员啊，他也是中国国脚，他帮助中国国家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那么他们现在来到了这支新的俱乐部，会有怎样的未来呢？波鸿啊，波鸿，哦，紧张紧张，我们有300多万的资金啊，季前赛的话会给我们一波钱，季前赛会给个100000-200000这样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不错的一个开端啊。我们首先我总要看看胖丁吧，对不对？胖丁多少钱？胖丁到底是不是中国人？这个是最主要的。胖丁如果不是中国人，我就不签他。哦，可以，胖丁是中国人。胖丁，小赵是小赵是中国球员啊，这个要签的，这个要签的。小赵是中国球员，我跟你们讲，开什么玩笑呢？哎，老藤把我捏的就跟我完全不像呀，就感觉像我感觉像个弱智版。哎，你看呀，你们看老藤，哎，身体强壮呢，我的天哪，我怎么这么瘦弱，骨瘦如柴的，我像干什么了我？这是我的儿子啊，可以，胖丁是我儿子啊，跟我不一样，就我儿子发育不良，我从小没给吃饱，是吧？好好好，行行行，有道理，也是有道理，确实，这个我是现在是教练，这是我儿子，也对，胖丁是我儿子，我是赵逼逼啊，对呀、啊，哎，对对对，搞错了，这是我儿啊，这是我的娃娃，对，胖丁。咱们先看看俱乐部的情况啊，咱们先看俱乐部情况，哎，可以啊，我们有个不错的边锋啊，德国边锋布勒姆，哎，这球员都是不认识的，达尼诺，哎，70级的有几个啊，不错不错不错，可以的啊，可以。我们先看这个合约，第一个赛季肯定目标先是试着去这个，哇塞，这个这么僵的啊，租借啊，两个租借，三个租借，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年的合约，我们全部要续一下啊，续一下。也认识一下我们球队的新球员啊，然后把他们挂上交易名单，不是啊，然后和他们这个更共同努力，冲击德甲，冲击德甲。对，这是一个70亿的门将，应该是我们的首发门将，哎，谈一谈，应该是我们的首发门将。关键球员，那肯定关键。哇，我好帅啊！天哪，老赵这个退役之后就是跟大卫贝克汉姆一样，这么有味道啊！
还是那头紫发，开什么玩笑，五年。雷曼啊，这个是我们的首发门将，叫雷曼，看着还不错啊。71其实可以踢五大联赛了的啊，没什么问题，很强硬，我觉得可以的呀。你这个签约费嘛，就1000块，好吧？签约金的周薪1000块，然后签约金一半，好不好？给我赵 BB 一个面子啊，十分满意，十分满意，兄弟们，十分满意，很好啊，这种就很听话。这是我们的左边后卫，我们的一个首发的边后卫啊，应该是边翼卫啊，他能踢进攻的啊，合同谈判。小赵啊，小赵，这个签一下我们的达尼洛左边后卫，先试着给重要啊，啊，还是想要关键，因为球队现在确实没有70+的球员啊，确实没有70+球员，尽量给他，哎呦，400啊，哎呦，降薪啊，老铁，你别这样呀，续签5年，你这捆绑球队了，你降薪，哎呦，450，哎呀，你这个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你这个上来就降薪，我刚来，我刚刚来你就降薪450，你这个，哎，好好好，行行行，那我们刚才门将给多了，兄弟们，他亏了一手，亏了一手，亏了一手，亏了一小手，问题不大，门将那个确实厉害啊，那门将也很关键的，57的，5760以下我也要续钱，现在这个前期每一份钱都很重要，兄弟们，每一份钱都很重要。前期每份钱都很至关重要啊，前期每份钱都很重要，未来，你是我们的未来，16岁你就不是未来啊，对对，那个未来啊，未来就是空头支票，知道吧，就是空头支票，未来就是空头支票，未来谁知道谁跟谁啊，对啊，人家70+的500，你这种吗啊，老哥啊，可以了吧，我觉得这个到位了呀，哎，100会不会太惨了，怎么比我工资还低啊，他妈100给给看吧，小球员也许就允了呢，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按错了，怎么可能给你70000的周薪，你做你的春秋大梦了，100好吧，1001000来，哦，他说我们侮辱他，真的，他说我们侮辱他，他说我们侮辱他，他说我们侮辱他，兄弟们，这个有点僵，没事，小侮辱一下问题不大啊。这个扣扣法斯啊，希腊的一个后防线球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德国的，这是个前腰啊，16岁，未来啊，偶尔他不想做未来啊，5年可以，忽视解约金，啊，这个我们就讲道理好吧，400总共还是给得起的，对吧，我觉得我也讲道理，我给了400，那你刚才有人接受400的报价，那其他球员也应该接受得了呀，对吧，能省是省一点了，哎，可以可以，400可以啊，对啊，正常，我觉得最低也就400了，不能再低了，再低可能他们就要举报了，是这么个情况，就要去投诉我们了，对，这里有一小批的小球员，我们要讨论一下啊，这个肯定要去续的啊，你不续的话，你电话可能啊不好卖，对，不续的话不太好卖，这很重要。法比安，未来，哎，你胡子太多了，但是你还是16岁，轮换，可以，好不好？这个咖喱饭肯定是吃不饱的，你还点了别的吃的吗？对啊，就一盆咖喱饭肯定是不行的呀。我这会儿肯定要饿的，这个嘛也500了，400 3000好吧，我们现在就标配70+的400 3000啊，可以可以，400 3000我觉得合理的啊，来来来，都是德国球员啊，很多德国球员，很多德国球员啊，未来 future star， 轮换行，轮换可以，轮换可以，兄弟们签下我们好吧，400块踢欧冠啊，
带你起飞，真的是，我跟你讲绝对豪横，400块 TO 冠啊，就400多没有了，之前给100确实过分了点，兄弟们给100太过分了，你看400大家都允了，都还能接受，咱们无形中就抠下了100块钱，你们想想啊，他们现在本身中心都是500的，现在我们只给400，真的是合理啊，我们现在就抠下来100块的周薪啊，真的，我们这个现在是在涨钱，我们现在谈这些合约都是在涨钱，血赚不亏，一年。28万啊！中国青训计划在这支队伍，我们德国乙级联赛，我们现在德甲挑战啊！现在德甲挑战，可以的。那支拜仁也不是好惹的，你们开玩笑啊！我这次试试签约费2000，好不好嘛？哦，他就是要3000，就是要3000。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他现在很明显，你看没有？他们都已经串通好了，这些小伙子，400、3000他们就允了，他们串通好了，知道吧？你看。啊，你看看，这都一个个串通好，就准备好拿着这3000欧元，加上自己的周薪，就准备今天晚上一起嗨了。这群小坏蛋，我去，这群小坏蛋准备好一起嗨了，你知道吗？我还跟他们一个个面谈。哎呦，这哥们儿还想要重要啊？不行，这不能给你重要的，偶尔，咬死重要，这么飘的吗？轮换。往下压啊，角色一定要往下压。哇塞，那只能接受了，他咬死重要，那只能接受了，他对自己的定位啊。那、啊、这个哥们儿400、3000行不啦啊，2800欧元啊，你们以为400，哎，就兄弟你现在一周能赚2800欧元，一周能赚400欧元，我算真的很不错了，兄弟。哦，他也是可以400的啊，可以，他也是可以400的，他是允的。现在就这个科科瓦斯不太有点飘，科科瓦斯有点飘啊。雷勒尔斯，3000是签约费，400是周薪呀，44161600欧元，一个月赚1600欧元，他们是这么，就是现在这几个400的，一个月1600欧元，可能想要赚这笔钱的话。就是正常的工薪阶级，这么讲吗？那不废话吗？你16岁53的总评，你拿一个月1600欧元，这有什么毛病吗？对不对？哎，我就哎，嘿呀，小兄弟，你这个报价啊，就串通好的，谈过了是吧？谈过了啊，那你也懂的。接下来我的操作就是少400签约费啊。400欧元签约费，就你400、3000走起。可以，还是能聊啊。我们这些小球员现在对我这个新的教练还是很买账的啊，看得出来，整体还是买账的。大家都说好，行，那可以，我们心知肚明，好吧，咱把这个流程手续做完，好吧，大家都不浪费时间啊，把这个流程手续我们做干净，啊，咱们把流程手续做干净。轮换一下好不啦？有这种就强行要重要的，真的是。来，5年。现在第一年我们签不了胖丁的，我儿子签不过来的，兄弟们，因为第一年胖丁现在是在汉堡王，知道吧？他不能签，400、3000，稳稳当当拿下，好吧？非常满意啊，都是老朋友。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球队就需要这个。那么既然我们已经骗到他们啊，不是，我们既然已经把他们全部都续约下来了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球员的这个价值啊，都是抬到了最高啊。除了3个租借球员是肯定卖不了的啊，我们可以当技战力来过渡我们这个赛季啊。那么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啊，肯定是把我们所有的球员啊挂上交易名单啊，挂上交易名单啊，重组这支队伍啊。先30号门将，来，哎呦，威尔斯啊，上交易名单啊，上交易名单。60以下全部上交易名单啊，租借小心啊，别按错了啊，交易名单，交易名单啊，几十万我们也要抠的啊，没有办法的，你前期就这么几十万啊，66 70以下全部上交易名单啊，不要70以下就全部上，
现在除了70可以留在队伍里面啊，全部上，哎，全部上交易名单啊。70以上的我们可以先留一留，先留一留，看看这个天赋啊什么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次有什么，这个球队有没有潜力小将，对，波鸿有没有潜力小将啊，有没有年轻的，哇塞哇塞，两个前锋可以啊，一个65一个72可以的呀，但是好像有一个是租借的，这个黑人是租借的，应该中场呢，中场有个68的夹内特，后防线有一个贝拉库特插普，哎呀他们名字都好难读，贝拉啊贝拉，边后卫还有两个，哇塞，这些年轻小将还挺多，小妖挺多的啊，小妖挺多的。我们现在从所有的这个明日之星小妖里面总评最高的是谁，我先去看一下这三个这个租借球员是谁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第一个赛季我们去培养谁了，知道吧，因为第一个赛季你可能交易都不一定能交易到谁。这个是咱们的人，这个前锋是咱们的人，这个黑人，哎兄弟们，这个刚果的前锋干大爷能干啊，我去，干大爷可以的，刚果干哥，哎，这个干哥是我们总评最高的了吧，前锋啊，而且能进球啊，这很重要，我跟你们讲，有一个这样的前锋无敌，我跟你们讲，72的总评潜力啊，可以的，干哥可以聊一下，干哥可以操作一下，其他的其实不着急啊，一个是干哥啊，然后是夹哥看一下，夹哥68，刚才我都不小心把他送上了交易名单，哎，对不起夹哥，我不卖了，夹哥不卖了，我们不卖了啊，夹哥怎么可能卖你，夹哥。夹哥是个中场核心，还能踢左边后卫，是个德国球员啊。哎，夹哥还行啊，中场核心能踢左边后卫，挺全面的啊。好，这是一个，中场练一个，前锋练一个，后防线有没有好苗子啊？看一下，边锋啊没有，中场这个夹哥68可以冲上70没问题，其他都已经到头了，看到没有？所以这种有潜力的最重要啊。后防线来看一下，后防线最高的是这个贝拉啊，是这个贝拉，看一下这个贝拉是我们的球员吗？他才62啊，有点低，实话实说啊，63已经被我挂牌出售了。身高怎么样？看一下，1.9米。哎，你别说，看着哎，冲刺速度不错，弹跳也可以啊。这个德国的后防线，哎，可以啊，身强体壮的啊，还可以，哎，可以的啊，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小练一下啊，我们就是过渡第一个赛季的那种，对。好，我们知道练谁了啊，首先是我们干哥，这个不说什么了，这是我们可以说是首要的球员了啊，干哥一定要是给他两个位置的，这个跑不掉了，他体能怎么样？哇塞，只有62，不行。干哥这个体能好像有点不太充沛啊，啊，干哥的体能好像有点不太充沛啊。然后夹哥，哎，对啊，我还想到一个事情，我们要去看呢、啊，他们是这个惊人的潜力，还是什么能够成为明日之星啊什么的？那个哪一个是最好？是惊人潜力是最好，对吧？我也不记得了，来看一下干哥现在没血 ，fuck， 没血，干哥没血。干哥可能是虚胖，夹哥也没血，但是这个贝拉有展现出惊人的潜力，对，天才是最好的，对，天才最好，所以贝拉现在还不错啊，其他两个可能都是虚高，用来我们过渡正好，兄弟们，我觉得是合理的啊，用来过渡最好，哎，我个人觉得我们既然拿到这个新的球队，我们也别说什么了，好吧，除了有潜力的球员以外，其他都啊，对不住了，球队友队员们，对不住了。这个租借的就不要管了啊，对不住了，没办法，我们现在对吧？首先我们锋线上面就少人，才两个前锋，搞屁啊，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整一整啊，整一整。
而且我们一定要踢季前赛，第一个赛季，第一个赛季你不踢季前赛，你少200万，这多可怕！我跟你们讲，现在的200万对我们来说简直金子一般的操作空间，对吧？这个200万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给他拿到的啊！来，夹哥只能给一个位置，练他的耐力啊！我们接下来给这个中后卫这个贝拉啊，给他很多的这个青训能力啊，58的耐力，再练他一个防守啊。咱们先不签人，先把季前赛做这个踢掉了，我们再签人啊。一定要去把季前赛踢掉的啊。球队呢也需要一些小妖啊，保存一下。好，第一场比赛对阵林兹。我就联赛我都可以不踢啊，但是季前赛一定要踢，因为联赛我们在德乙嘛，对吧？哟，很高兴我们把你们卖掉了，哎，好，懂事啊！你看这些小球员，很懂事，都很懂事，特别棒，特别好，啊，特别好，这样子我们整体的一个状态都提升起来了，对吧？青训先别着急，第一个赛季钱应该是先买再青训，如果实在是买不到，我们再那个啊。啊，我们可以推快一下节奏啊，说一下啊，这个档呢我们是不独档的，好吧？我还是再说一下，这个档我们绝不独档啊，绝不独档。所以说，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会就是接受啊，接受，就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必须接受，对，没错啊。所以我们要加油了啊，这个档绝不独档，除非是什么世界杯四年等候之后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世界杯有一个中国球员受伤了啊，这可能会独档啊。就是因为你青训很不容易嘛，啊，哎，我们的阵容不错的，全70加啊，天哪，你别说，我们这个德乙阵容可以的呀，啊，哎，全70加你可还行，呵，来一场，给教练看看你的模样，不行啊，好的啊，接下来就会演示一下了啊，什么叫独挡，这个是独挡，但是我接下来不会独挡了啊，这个东西这种类型的不会再有了，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了。来了，今晚这是我们带领这个波鸿这支德乙队伍的第一场比赛啊，他要来了，我都不知道踢了会怎么样啊，我很慌啊，特别是他们说又打了一个什么奇怪的补丁。来看一下蓝军波鸿小赵的第一支执教队伍啊，我很慌，因为我要执教新的队伍，而且这个球员我都不熟悉啊，我很慌，简直就是一个新东西捏在手上，大大小小不太熟悉啊。来看一下比赛正式开始，波鸿身穿蓝色球衣从中网用进攻，你们对这支队伍会有怎样的期待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好球，过渡一下，踢得很耐心啊，传导很耐心，很好，再往前走，漂亮，这球改来到了右边路，左拉奔起来了，但他速度贼慢哦，对方身后的拉人霍兰德，我们的球权，干什么？这里还想射门吗？有力球呀，裁判。对呀，刚才那个位置我们可以任意球啊。我们手头上有任意球的人吗？我不知道。球队现在任意球是谁罚的？我不知道。这个咋整呢？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17号站上了发球点，就是我们现在名字也不认识啊，不知道，反正我们现在在德甲。布勒姆是谁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属性啊，现在布勒姆，哦，布勒姆弧线还可以，点球不行，但是弧线可以的。来，布勒姆，信任你啊，来打一个左上角，好吧，两颗起飞，哎呦，差一点点踢在了防守球员的脑壳子上，这球如果没踢到啊，没有踢在人墙上就进了。哎呦，蹭到了，可惜了。角球机会啊，往禁区里面传，拖球攻门，皮球被解围出来，控制啊，控制左拉。哎呦，这防守，哎呦，解围掉了。卡住，左边落，哇塞，右边落，对方九号过来了，倒三角机会，卡上去，哇靠，这转身速度贼快，传到了后点，对方，哎，打在了立柱上，嚯，哦，哎，厉害，有点紧张了啊！我的妈呀，哥，你这个传球，你令人很是紧张了，很害怕了。现在我们的球员我也不认识啊。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被压制住了，对方的控球太好了。波鸿能否抓住机会？倒三角进篮，假动作不会给他踢，走。左边路能跑不啦？左边路能跑吧？能不能来个能跑的人？走。控制住，好球，布罗姆还是挺强的啊。哇塞，传不到自己队友脚下啊！现在球队在这个阶段肯定是一片残花败柳，对吧？一片残花败柳，没办法的。哇塞，这个球没有解到，小心左边落，这球越位了啊，很难，兄弟们，记住现在的波鸿啊，我会改造他们的。哇，这个传球能直接啊，对方也不抢，哎，好的。哦，不要呀，传这么前面呐、啊！好断，好断，可以啊！我能守防了就不一样了，我守防强多了。稳住，稳住！控制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的失误，这是很危险。好球，门将强啊！跳到禁区里被解围出来，外线的远射。到后点倒钩了，禁区里啊！哎，这索拉没体能了，你们敢信？这才30分钟他就跑不动了。这球而且进了之后大家还愣了一下，都以为没进。这个倒钩传中，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么懒？就没得了啊，来换个边路啊，换个边路。我们几次在这个边路打他这个点，他都跑不动，他穿了个九号，我真生气了。上半场结束了，我们落后一球，加油啊边路。当然我们要做更多，漂亮。你看看啊，这边他想干嘛？他们想抢断我，然后就站位，站过补过来，过不去啊！我这场比赛估计连一次射门都不会有了。啊！就他踢的这个是什么配合啊？眼花缭乱，无法解说。右边路空间比较大，走走走，这哥们能跑啊！走，对方追不上了啊！这哥们能跑。To put his team ahead, he'll be pleased with that first 45 minutes. 点球啊！我靠！我靠！这伸脚。This does look promising. It's with Holland. Good position, guiding it through. 哎呦！霍兰德啊，好球，好球。受伤了，我的天哪，上场下线了，受伤了。这个干波可以跑啊，这干波可以跑，但他不会传啊。现球队在这个阶段肯定是最痛苦的，也合理。好球，好球，放出来。主要是一些传导这个属性真的不行啊，老传丢，我去。边路走一走，你看他从你身后超你车啊！来了！哎呦，没有越位啊！配合出来了，对方防守太快了。防守，防守！以前我们踢季前赛大家都慢啊，慢慢组织就完事了，现在硬生生被对面把节奏踢上来了。你看看这上桥，我吐了呀。控回来，走走，好球，中间空间出来，我怎么也他妈进一个，控制一下，走。哎，不跑了，不跑了，走走。我躺啊，
get the ball into the box now. Breaking infield. 危险，危险，危险啊！右边路，右边路，哇塞，地面全中国！哦哦，全场这边比赛结束，第一场比赛我们0-2败下阵来，全场比赛我们好像只有一脚射门，太夸张了，已经是终极难度巨难了。哥哥，水晶宫买水晶宫有钱啊，英超队伍啊，哇，从我们德甲，从我们这个乙级联赛买人，那你这个水晶宫我们谈一手呀，400万好吧。400万，我觉得400万不过分。可以删补丁的啊，放心，之后会删的。咱们先运营起来吧，别想着踢了，踢个屁股，是吧兄弟们？就现在他没删掉之前我们能踢吗？啊，你们说能踢吗？你们看了一场，我菜我认的呀，这个不是菜的问题，这是被欺负了。350万好吧，水晶宫啊，像个男人一样，边后卫很强的，可以。350万，来吧，我们季前赛肯定没了，怎么算都没了，我们肯定踢不过佩鲁贾的。我跟你讲，适应不了的啊，就是70级的球员能跑，哎呦，模拟竟然赢了佩鲁贾，哎呦，强啊，朋友们！哎，来，再赢一下，维特斯赢他，啊，季前赛我们还是再见了，对不起。哎，贾内特我们不卖啊，不卖不卖不卖，他有潜力的，对吧？不卖不卖，拒绝。哎，达尼洛很骚的，水晶宫，让他去搭档范大将军，真的，好不好吗？怎么拿贾内特呢？为什么不让我练贾内特？不是贾内特，谁没有练？我们那个后卫贝拉怎么不练了？为什么不练？贝拉挺强的，手踢感觉挺好的，就在刚才那么高的强度里面，贝拉都可以好多拦截解围啊。艾斯费尔德79万，看一下，好好呀好呀，克鲁日足球俱乐部79万，哎，100万好不啦？100万好不啦？不贪吧，真的100万真的不贪呀。哎，老哥，100万真的不贪，这个一个100万全部都是有合约在身的，好吧？95万，我觉得100万，好吧，咬死了，100万咬死他这个。咱们要不要贪这五万？五万他应该给的吧？啊，五万他肯定给的呀，五万不能不给啊！咱不贪了吧，五万也挺好的，啊，接受呀，95万挺好的了。不行，我他妈这咱们面子还是要的，这五万是面子活，对，这是面子问题，对，这五万是面子问题，滚出我的办公室。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啊，生气，太气人了，太气人了，5万块他都整不明白。我一个75万身价的卖你100万，我过分吗？我们这是正常交易，他那个是正常报价嘛？达尼洛走了，可以可以。哎，这200万，等同于我们达尼洛没来过球队，好吧？我们季前赛赢了，好吧？我们这么算，我们季前赛赢了，可以可以。哇，贾内特这么有市场啊！贾内特具有市场啊！卡迪夫城想要贾内特，不能卖，不能卖。贾内，贾哥不能给，贾哥不能给，贾哥是我们的青训中场，贾哥不能给。哦，来了一个新的兄弟啊，这是一个68的中场啊，70万，谈一下啊，没有免签的啊，没有免签的，70万的身价，我这次也不贪90万，你看我跟你报价就很合理，90万，
90万，咬住啊，最低80万，哎，可以的，布伦特福德，哎，可以的呀，有钱有钱，老板老板，拿走拿走，90万，哎，可以，英超队伍呢？你开玩笑？哎，现在都英超队伍在挖我们，我们德国球员这么吃香的吗？啊，好多球员被交易啊，还有人跟我说，哎呦，再来买我们门将，这是个问题。哎，门将买不买？卖门将有点慌呀，啊，这个门将，但是他没潜力了。我觉得门将还是别卖了吧，先雷曼先留一留。对，而且刚才我们看到门将其实表现挺好的，对吧？门将其实表现还可以的，刚才真的扑了不少球啊，属于球队的小爹了。好吧，我们也就是这种球员对我们球队的重要性，我也报一个时辰价，滚出我的办公室，咱报个时辰价嘛，对不对？这不是，有时候球员他的身价不一定是他真实的这个实力身价，有可能是因为他跟我对我们球队的这个意义，对吧？他对我们球队来说确实很重要，所以说我们肯定报价高一点，这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又不是瞎搞，对吧？哎呦，72的中场啊，洛斯拉250万，蒙特雷想要这名球员，肯定不可能250万的啊，他身价240啊，兄弟，350万我就不过分啊。我先报个400万，对吧？也是不过分的，都没有翻倍，对吧？然后慢慢降到350。380，好吧，350吧，先350，来吧，一口答应吧，像个男人一样，拿下这名球员太厉害了，洛斯拉，安东尼洛斯拉，上一个叫安东尼的，他叫甜瓜，会双手暴扣，投篮超准。我跟你讲，你不签你后悔一辈子。刚才我们报350万，我不谈，我这老脸我也拉下来给。哎呦，好像还有的聊嘛，啊，不用聊了，可以300万，不谈了吧。你们就别再说我黑店了，我哪里黑了？我醉了，惊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人骂我，右边这谁啊？你谁啊？你站在那瞪着我干啥？几个意思呀？几颗菜啊？喝多了，给我出去，到办公室里面瞎搞。这破嘎 bug 还没好。呦呦呦，贝拉哦，你们看，呜、哦、呜，贝拉64了，涨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贝拉涨了呀。贝拉涨了，哎，我对这个贝拉未来很有期待，这个贝拉还是强的啊，这个贝拉不错，卖人啊，继续卖哦，走掉了，那个是90万那个走掉了啊，拔坡都来了，这个便宜、啊，这个67万顶价了，我再谈一谈好吧，就扣个几万，我要求不高，我们凑个整75万，好吧。我觉得75万是能谈的呀，对吧？不过分，几万块对我们现在来说都有用啊。可以可以，75万可以，这个75万合理啊，75万合理。来继续啊，继续，我们老样子，又卖掉了啊，太好了，卖了三个啊。潘托维奇67，可以卖个100万呢，可以可以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下面什么情况啊？哎，卖，继续卖啊，继续卖啊，不慌，继续卖，没有任何压力啊，继续卖。贝拉，哇，贝拉涨得快啊！哎，干哥也不错啊，干哥也涨，干哥也涨，继续卖啊，继续卖。现在我们凑到1000万了，可以。潘托维奇可以卖到100万。他身价是97万，怎么也能卖到个150万吧？我们先报175万啊，让他压价。哎，布里斯托尔城是真的穷啊，买不起人别来，好不好？我原价卖他，我吃饱了，我留着自己用不好啊，过渡一下不好啊。
对不对？我又不笨，我又不笨。啊，原价身价卖他不是蠢，人家都能翻倍，都能加价，就你不能加。看一下啊，两个又来两个新的。这个哥们有一个解约条款啊，我要去，哎，对，我忘记弄这个了。解约金这个事弄忘记弄了啊。这个是我们之前那个100万卖不掉的，我就受不了了，来。100万，这个绝对不贪的，好吧？他75万的身价，我报100万，我看人家这真的就一点都不贪，可以再高档啊！我跟你讲，110万、120万绝对可以。这个汤姆啊，他有一个解约金，而且他是我们的左边位。不想签这个合同啊，把这个汤姆给他拉出来，给他续签一下，把这个汤姆续签一下，这个对吧？他和墨西哥美洲，他主要有个解约金，有了解约金就被压价了，知道吧？咱们肯定不能让人压我们价呀，我又不傻，未来 future star 重要吗？行，重要吗？而且这个能跑，对，你们记得吗？这个能跑。不是，你的身价怎么会比别人高这么多呢？不是400吗？行吧，950，翻人家一倍的身价呢，这哥们儿，呵，你看看，可厉害啊！翻人一倍的身价，人都是400-3000，就你就900，听着有点吓人。哎，艾斯菲尔德走了，可以。这是我们在德国乙级联赛的第一场比赛，赛前的新闻发布会，我们走起。小赵一头紫发啊，坐了下来。还三个克曼奈西克兰克莱莫麦德克莱，波鸿在欧洲国际杯提前出局，不是球迷希望看到的首秀。这是一场正式比赛，对阵产生怎样的影响？哼，我相信我的球队。球队是否足够强大，避免最终排名较低的尴尬？你在逗我吗？我们是一支德甲球队。Are you kidding me？ 你目前为止在转会市场上一直非常忙碌，只卖了5名球员，会不会为球队换来一些新面孔？保密 ，secret 好吗 ？secret，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啊？这种瞎搞，我怎么可能告诉他 ？secret 不能讲的，不能讲的。联赛的首轮比赛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那个联赛现在的情况啊，就我们现在的阵型问题，对吧？我们卖掉了一些人啊，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球员的啊，稳的稳的，大家放心啊。很多观众很担心，什么你球员卖掉了没人怎么办啊，对吧？怎么怎么样啊，不要慌不要慌。你看贝拉现在首发，70的首发，对吧？右边后卫都是首发的呀，有人的啊，不要慌啊，人是有的，而且我会买的呀，我不可能一个不买的呀，对吧？夹哥上了没有？上了，夹哥干哥都上了，还有贝拉都上了啊。哎，模拟林啊，他没了，我们必胜无疑，2-0，佐勒尔球进了，替补登场维特战扎迈尔，梅卡尔杜无敌，全取3分，联赛首秀表现优异，贝拉再涨涨，再涨，冲冲冲，哇哇哇哇，贝拉猛冲，哦，干哥猛冲，牛皮。交易啊，交易，法比安的报价，上海上港要引进外援了啦，引个66的，上港这么有权的球队，你上海上港你搞这么复杂，不是胖丁，胖丁是我的，哎，为什么胖丁这么胖啊？94公斤，我天哪！而且你叫胖丁，你也不捏个小胖子，捏了个瘦子，不合理。我儿子就应该是胖胖的。跟胖丁一样，对吧？这个不要贪啊，80万打头了，最多了。你看，我心里有数的啊。我这个老江湖了，小赵老江湖，80万允了，可以。80万允了啊！我老江湖了，你们信我好吧？交易这手上面，你们就看就行了。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咱们继续卖，
就这个事情上我会不知道的。目前为止不是最好的赛季开端，脱离垫底位置现在似乎成困难任务，你们有实力回，我看傻掉了呀，什么东西啊，你在说什么东西啊，联赛踢了一场我赢了，然后你说什么球队能否有实力回归正轨，你脑子进浆糊了吧，我这个记者瞎搞呀，兄弟们，这个记者瞎搞呀。对手士气是否应该下降，努力的训练是可靠的，你目前为止在转会市场上非常忙碌，卖掉了五名球员，哎，又来套我话，又来套我话， secret 什么都不会告诉你，逃江湖呀，真的是兄弟们，这个记者就疯狂的逃江湖，举报了我都要。比勒费尔费尔德来拿下他，过后一比一平局。哎，这个佐勒尔两场比赛打进两球啊，啊兄弟们啊，有点凶猛啊，啊这个佐勒尔啊，佐勒尔有点厉害嘛。迈尔有迈尔也有解约金的呢，有解约金感觉有点亏啊，把迈尔给他续签了。我们现在就搞一下吧，我们现在不急着卖所有人啊，钱到最后一秒再说。对，就迈尔啊，迈尔来，这个佐勒尔适合踢前锋或者是前腰的位置，踢边锋确实累了点。Future， 不要有解约金啊，解约金血亏。重要球员啊，五年。接受。看看啊。68嘛，我这次给你一个中间价好吧，之前有人900的开价的，我这次给你一个600好吧，给你一个6000行吧，讲道理吧。迈尔哟，自己给自己提了一点啊，700了，现在你看我就一个季前赛的功夫，球员现在心大了，他们知道我现在有什么套路了，想要干什么了，现在球员心大了，哎，从以前谈都是400，现在都到700了，球员现在心大了。雷曼我不卖了啊，雷曼不卖了。哇，萨拉戈萨也想要雷曼啊，雷曼是我们的首发门将，表现还挺好的，我们把他这个从交易名单上下来。我们的一号雷曼啊，德国门将雷曼。贝拉涨了一点，夹哥能不能冲刺70？贝拉又涨了，哇，贝拉65了。哎，真可以啊，这小伙子真可以的，我对他未来可期啊。72万，塞洛兹，哇，他这个报价是，兄弟们我要谈一手。哎，他这个报价可以的呀，比他那个预估价还高了几万呢。啊兄弟，那就85万，你既然这么想要对吧，哟，70%，那就80万，好吧，我不谈了吧，这个讲道理吧，再赏你5万，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李泽体育有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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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敌。我们现在有两种选择方式啊，就第一个赛季就出青训，先看一眼啊，球探有没有五星的？没有双五星啊。一个双五星的青训球探大概要300-400万左右，我们现在只有1100万，还得看我们的交易情况啊。季前赛我们不一定会买什么人的啊，就是赛季初我们不一定会买什么人的。干什么？图图想上就能上啊啊！咱们波鸿现在是踢德国杯的时候吗？啊，该赢吗？这个佐勒尔，这个佐勒尔有点狠啊啊，梅开二度，我去，我们的中后卫受伤了啊，70那个受伤了，贝拉倒是硬的不行啊，70那个受伤了，哎，受伤很正常，来下来，干哥涨到73了，可以哦，涨，贝拉65了，我们来的时候贝拉只有63啊，已经涨了2点了，很快的。
很不错啊。赛季初我们在正规赛的表现还不错，两场比赛拿了四分，一平一胜。夹哥145万不卖啊，夹哥不卖，夹哥也是有潜力啊，夹哥不卖。第一个赛季，哇塞，踢汉堡，踢汉堡，汉堡有点僵啊，可能要被摁着打。我跟你们讲，汉堡，我们现在这个阵容踢汉堡要被欺负死的。我们就不手踢了啊，先推节奏。季前赛我要交易的，输一场也合理。哇，过了，佐拉尔又进球了！哎，这哥们儿猛进球啊！哎，球队里面能进球的就只有他了，这么狠的吗？洛伦兹85万，谈个100万。哎，这个佐勒尔，我看傻掉了呀，有没有？好野啊，100万可以啊，100万直接打野横滨啊，要去日本踢球啦，一看就是个狠人啊，马上要月末了啊，卖高价是卖不了的，他如果能卖高价就好了。干哥、夹哥、贝拉，哎，干哥长得好快啊，又黑又快，还是先看青训啊。没有五星教练，继续推下个礼拜，下场联赛啊，看一下，输了汉堡，哇，威斯巴登又输了。赛季交易期的这段时间，我们四场比赛拿了四分，在赛季中的一个位置啊。不够好，肯定还不够好啊！哇，贝拉猛涨，可以。31号了，来了来了，交易了啊！赶紧再卖点，再卖点，再卖点东西啊！筹钱筹钱。69，这个谈100万。现在来看青训不着急啊。第一个赛季应该先保证球员，不应该是先青训的，当然也要看这个青训的这个教练啊。95万。我就100万不贪，可以。利兹联，潘托维奇。哎，我怎么会给100万的呢？他身价是90几万、啊，我按照我平时的尿性，我肯定是往上高的呀。我在做什么呢，小张？你在做什么呢，小张？你100万就送掉了？啊？你变了呀？我青春结束了还是怎么了？你现在是不是变了？我的天哪，我刚才脑子里在想什么？他身价90几万，你怎么可能啊？潘托维奇100万，快快快，不谈不谈啊，不谈。哦，真的，我这两手，真的这两个交易我不说什么了，好吧，大家都看在眼里。现在小赵变了，小赵变了，小赵小本经营啊，变了，赶紧卖人。哇，卡瓦尼转会拜仁慕尼黑，卡瓦豪尔转会尤文，看一下这第一个赛季，马塞洛转会切尔西，干什么呀？皇家马德里半卖边卫啊，罗伊斯转会曼联，哇，阿兹比利奎塔转会巴黎圣日耳曼，时刻转会拜仁，诺伊尔转会曼城，我操，真的假的呀？奥斯卡转会曼城，曼城买了两个人啊，第一个赛季的交易期还是刺激。卡瓦尼转会拜仁，阿斯帕斯转会多特蒙德，赫迪拉转会马竞，卡尔沃克转会巴黎圣日耳曼，曼城是，反正皇马是卖后防线啊，不是多特蒙德为什么要卖？我迷了，我去，为什么要卖罗伊斯啊？这只多特也不是说是传奇很多呀，把罗伊斯卖掉了，皮切克卖掉了。格雷罗卖掉，可能多特就付不起工资了吧？哇，阿拉巴只有2700万，真好呀！萝卜转会利物浦2300万，季琴科、西奥威尔、拜利只要1700万，这么便宜的、啊、你们都钱全部拢进来啊！可以看看我们手头上多少钱。1400万，我有1400万，兄弟们，咱们缓一缓，捋一捋。
我们有两种选择啊，就留400万做青训，签有1000万的交易资金，或者我们可以先选一个德国的这种四星球探，1200万，咱们还是先看能不能买谁啊。我觉得第一年可以考虑不做青训啊，先来一个世界级球员，对吧？这肯定要有的。然后是世界级球员，而且现在也免签不了啊，因为都16岁，前途无量。前途无量0-1，就是小球员，是吧？然后这个名单我们去一下啊，第一个在德甲的三星球探，这个在，这尼玛在哪儿啊？沙塔罗，你在沙塔罗波干嘛啦？这又在哪儿？神经病，你们这些球探都跑去哪里了？跑去沙塔罗波找球员，瞎搞吗？你们这不是？英格兰能找到吗？怪了，有个四星球探啊，到时候去意甲。接下来是一波很大的操作，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去沙特阿拉伯淘金了，对啊，维尔纳世界级球员，买不起，不好意思，都在探查中啊，前途无量。拜仁的前锋解约金340万，这个阿尔普很强的啊，340万可以说是很爽的呀。这个阿尔普很强的，这可以考虑一下啊。租借了，主要是有解约金啊，有解约金很爽。对，都在探查，我们应该早早弄那个，忘记了。我们定完去挖挖宝贝啊，我们定完去挖挖宝贝，等会我们去挖挖宝贝。囧哥先弄过来吧，囧哥还是要弄。哇，囧哥这么贵的啊？啊，囧哥嘛要300多万，啊？囧哥不是66吗？还升级了，我靠！他知道我要挖囧哥，妈的！这个阿尔普300万解约金还是爽啊，小赵暂时是拿不了。刚刚加入斯蒂夫尼奇，来，我们去五大联赛挖人了呀，走了。摸奖去了，摸奖去了，兄弟们，摸奖去了，就去豪门摸奖啊！来摸奖，摸奖，看解约金啊，看解约金。现在因为球探帮不了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去了，辛苦一点。哇，1.6亿的解约金，哇，特例，哇，有没有什么1000万的解约金额了？来个大腿，我过2年可以卖个2-3千万的那种啊，有不啦？啊？有了有了，好，切尔西没有啊，这个可能要花费我们一些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啊。有了，利物浦有了，有没有小妖了啊？有没有什么小妖啊？就是解约金的呀，解约金啊，啊，拉了那2000万解约金，什么鬼子？因为你就算你比如说洛夫人，你这种都可以看解约金，就是看不到它属性啊。如果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英超先看啊，曼城应该，曼城可能会有啊。哎呀，没有解约金啊，大家都不设解约金的吗？没有什么小宝贝吗？刚才那个阿尔普我可能考虑一定要签了啊，前锋也好卖钱，不是前锋也好培养，进球就行了。哇，萨内9000万买不起，能够在曼城混到一个位置，他肯定不会太弱吧。但他这个解约金也太低了，只有20万。我是觉得20万不刮白不刮，对吧？合理刮，
稳赚不亏。对啊，刮了刮了，来坐，往下看啊，曼联，卡里克，20万，你这个不影响我们的资金链对吧？可以刮，可以刮，就看解约金啊，就在那边球员下面那个解约金，看到没有？那个很重要啊。曼联没有，曼联没有啊，曼联没有。Big Six 有没有人可以刮一下的？这个狗贼只要20000的，只要20000块，买1万元出来的，惊了呀，醉了。哎呀，3700万，恩豆贝莱买不起啊。他1300万，我直接签。斯基普怎么样？哎，这个可以的。我知道他，有没有知道他的朋友？热刺的，先看，别急别急，我们尽量多拳啊，尽量多拳。咱们现在已经到交易名单里去了，590万的门将莫姆，好像没什么必要，这个没什么必要啊，590万，而且吃我们太多钱了。哇，万亚马，哎，万亚马1100万。这来的就是个大哥那种，懂我意思吗？哇，哎呀，万亚马厉害的呀，万亚马很强，但是万亚马一个人签下来就屁都没了，就一个万亚马结束了，就签下来我们就一毛钱都不剩了。我觉得不要签这种1000万的，血亏，不要不要不要，没必要。我签一个万亚马不可能质变对吧，球队不可能质变，没错吧？咱们球队如果不能质变的话，你千万亚马就是一个很冲动的行为，合情合理啊。看一下阿森纳，阿森纳我前面看过吗？没有看过。大卫路易斯又解约金，看一下啊，拉卡泽特7800万解约金，买不起，就买小妖。我已经存到那个我的那个交易名单里了啊，大家不要慌，刚才看好的都会存进去。阿森纳我看过了吗？没有，我先看的是切尔西。阿森纳也没有啊，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等一下鼠标拿掉，转会中心啊，我们刚才找的几个人，阿尔普、囧哥，我们在意啊，不一定会签，以后签也行啊。一个是阿尔普，只要340万解约金，这是拜仁的前锋啊。然后这个20万曼城的，我也不说什么了，反正这个加纳的中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可以看一下他加速不错，敏捷不错，平衡不错，耐力也可以。短传也可以，就这个加纳的中场只要20万的解约金，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啊，就被曼城这么。然后斯基普应该是没毛病啊，热刺的中场对吧，还是比较全面的，而且有潜力的，340万，跟阿尔普差不多一个价格，345万啊，比阿尔普贵一点点啊。先这样，我们继续找啊，这才找的英超的，法甲我就看两个豪门，其他我都不看了啊，就看豪门的，豪门他们不会瞎搞的呀。丹尼尔维斯啊，豪门有在人的都不会瞎搞的。第一个赛季这个钱我们一定要好好处理一下，然后斟酌一下，多刮几个奖，看看有没有能刮到好的，对不对？里昂看一眼，里昂有可能有小妖。解约金肯定是现在，我们现在去签解约金肯定是最合理的，对吧？哦呦，卢克肖恩到里昂了，呵，这是转会去的吗？要有解约金，阿拉巴在摩纳哥了，转会的。看一下解约金啊，没有没有，法尔考没有没有没有，格里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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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里还有佩蒂特呢，哎，摩纳哥有佩蒂特呀，哎，可以的呀，我靠。之前不知道啊，呵呵，没错没错，哇，维亚，哇，这个摩纳哥厉害了呀，我吐了，怪不得买阿拉巴，这球队有人赞助了呀，那维亚呀，这是他妈个总统啊，你开玩笑的，呵呵，他妈有国家赞助好吗，你哈哈玩屁啊，我靠，人家有国家赞助呢，太吓人了。看一下莱比锡啊，莱比锡都不看了，我就直接就看两个豪门了，多特拜仁，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解约金啊。
刮奖，艾姆雷詹，哎呦，刮不出来嘛，格策，德莱尼，哈兰德没有解决金，但是我还是要看一眼哈兰德的啊。确实，大家也很想看游戏里面哈兰德奔跑啊。胡梅97，莱曼，我们考虑，哎，展出惊人的潜力，我们考虑的是他的潜力值，你懂吧？他可以在我们这边打一个青训。我觉得可以190万，我们先放啊。这个呢，哇，多的好多啊。这是莫雷一右边后卫，这是个腰，这个可以对吧？这个叫什么名字啊？小将我都不认识了。多特明日之星可以130万签了对吧？桑乔就不说了啊，买不起。桑乔买不起，雷娜也买不起的嘛，没有解约金啊。展现出惊人潜力，哇塞，雷娜都没脸。罗西基1亿8000万的解约金，多特蒙德小妖不错啊，两个，而且都是在我们经济范围之内的啊，对吧？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拉什么的，你们说还不错，比这个莫雷强对吧？不一定的，游戏里面可能不一样啊，都不好说啊。再看一下拜仁，咱们就尽量就多看几个，然后皮一皮就可以了啊。尽量把钱分配下来。阿普我们刚才看过了，是吧？罗本、卡瓦尼新进的球员，890万拜仁中场，太贵啊，不适合我们现在状态。哦，这个戴维斯很强的啊，这个你们应该知道的，左边路给莱万疯狂喂饼的那个戴维斯，2300我还挺喜欢的啊，我挺喜欢他的，可以先拉到我的交易名单，我可能之后会引进他。如果他这个解约金一直在的话，2300万肯定是划算的，是吧？如果这个解约金一直在，我这个2300万一定是划算的。格纳布里、格列兹卡、基米希这些都没有解约金啊。克洛泽、屈桑斯太贵了呀，890万，我们现在只有1400万。你想想，我们是签3、4个小妖还是签一个小妖？这个道理，对吧？你要这么算，菲利普、拉姆、克洛泽，哎呦，他俩的动作，可以。来碗豆腐司机，哈马、穆勒，二娃只有7000万的解约金啊，也可以考虑之后来带队的啊，看我们的交易情况。狮王、奥德里奥、佐拉、佩里西奇，哎呦，帕瓦尔2300万，很诱人。帕瓦尔2300万也很诱人，但是，就还是那句话啊，现在签一个真的是血亏。签一个还是血亏啊，提亚哥，签一个肯定不行。好了，德甲到这了啊，看西甲和意甲还没看呢。意甲多，意甲一定多，我跟你们讲。哦，意甲不一定多的，意甲小妖少，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意甲的话，它都是传奇球星多啊，意甲以前强呀，现在小妖少，所以我们直接看西甲，你们懂的呀，巴塞罗那来走了。唉 ，ABC 大家应该都熟悉啊，这名日本球员，这个日本球员480万，可以在考虑名单里边。哇塞，巴萨真的是170万，这个没有潜力啊，不要。265万，中后卫有没有潜力？惊人潜力，乌拉圭中后卫1.91米。我跟你们讲，巴塞罗那真的是太多小妖了，每次进来都是全是解约金，巨想抽他们，全是便宜的。我跟你们讲，这个好像不错，265万，中后卫，而且很重要啊，在前期，因为是我们的防线。卡拉多，295万，惊人潜力。邓比莱肯定不签了啊。哇塞，克胜的话要2亿5000万，德科。费尔波，格兹要19000万，哈吉，瓜迪奥拉，伊涅斯塔，这些都是巅峰的时候的，劳德鲁普，
没有解约金。朗格莱9000万解约金啊，马斯切拉诺89，梅西94。佩纳，这个大家都熟悉啊。我们倒是现在真的缺一个门将，实话实说。但是莱纳可以先混着，佩纳可以比如说下个赛季来，或者是就找一个机会来啊。签巴萨的球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周薪都特别贵啊。雷斯挺强的，嗯，雷斯挺强的啊，放一放。塞梅多4200万，苏亚雷斯2亿1000万，比达尔7000万，多姆杜迪7000万，就巴塞罗那特别喜欢放解约金啊，我醉了。德容这个解约金我要放一放，之后有可能1亿可以签下德容。阿土伯上来就是一个160万，阿尔图贝还蛮行啊，不太行就算了，我要签了就要有点行，不太行不行。阿拉西姆、卡塞米罗、圣卡西利亚斯、圣卡布切格尼亚、阿扎尔1亿6000万、哈维阿尔南德兹500万，不是很想要，不行。马里亚诺、门迪、博迪、李立陶、拉莫斯、劳尔，不行不行。罗伯托卡洛斯，哦，杰罗、罗德里格要4680万啊，贵啊。大罗、特里斯、82、瓦拉内都太贵了啊。维尼修斯要5750万，维尼修斯可以考，维尼修斯就算不考虑也是放在名单里面啊，看他以后会什么进展。对，这个前锋惊人潜力可以考虑一下。卡梅罗认识马竞的前锋，有认识的朋友吗？克里亚啊，马竞的克里亚。埃拉克克啊，往下走，3100万不用考虑了。罗迪3100万不用考虑了。哎，这个蒙迪兹我们认识的呀，纳乔蒙迪兹360万啊，中场。之前我们拿他踢还手感不错的，对吧？但是我尽量不玩我们以前玩过的人啊，对，尽量不玩以前玩过的人吧。行，里卡德没脸不要，没脸不要啊，必须得有脸。这个马竞的1米9的前锋厉害吗？不厉害不厉害，他连明日之星都没有。他不厉害，他不厉害啊。我们现在1400万，我们好好的捋一捋，好好的捋一捋啊，就我们好好捋一捋啊，好好捋。我们先把这个曼城的这个20万先签下来，好吧？这个解约金实在太刺激了啊！就无论如何直接支付，跳过俱乐部谈判啊，直接先拿下。这个20万我们看一眼啊，小兄弟好像看得不错，未来可以，你是未来 ，You are the future。20万才，对吧？我们跟曼城签一个20万的球员，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报周薪，这是最烦的呀。哦，他自己报了，哦，谢天谢地，好，可以1300万，可以，他自己报了，哦，主要你周薪都是，我看一下20万，看一眼啊，54，哎，曼城怎么会签一个54的兄弟的？我没懂呀，为什么呀，曼城，你这个刮奖刮的，为什么呀？啊？他有明日之星吗？也没有啊，为什么曼城会签一个54的加大球员啊？哈哈，上当了呀。塔诺尔上当了，拿来端茶的，没事，20万也不亏，怎么都不亏啊，怎么都不亏的，兄弟们，你们要这么想，怎么都不亏。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很多，你们看我们弄了一排了，对吧？有些是我们放着看的，以后啊，我们再瞄一眼这个自由交易市场啊，自由交易市场，自由球员应该没有什么货吧？小巴加约克，以前我们一直来淘宝的，记不记得？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可淘的啊，没啥可淘的，没啥可淘的，不至于到这里来淘宝。我们签就捡捡漏也能捡到几个。
捡捡漏也能捡到几个，对，不至于来这淘宝。我想要一个中场，对，还想要一个后卫，想要一个中场，想要一个后卫。我们肯定是签越多越好啊，这点大家记住，就算你不给他训练位，他能长高也行的呀，对吧，肯定是签越多越好。前锋最赚钱，哈兰德刚来啊，不会加入到球队的啊。阿尔普，这是拜仁的，拜仁的阿尔普啊。中后卫只有一个选择，我觉得我先签，就是巴塞罗那这个乌拉圭的阿拉霍，对吧，阿劳霍，这个265万，又便宜又划算，而且就只有这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首要签的啊，对吧，因为只有一个后卫，而且他是我们刚才看了一圈，基本上都是300多万，这个是200多万的，对吧，这个先签了，我们先把这个价钱给掉，我们就是先签我们决定要签的人，后面的我们慢慢再捋，对吧，先签绝对要签的，应该是先拿这个中后卫的啊，乌拉圭的小阿啊，小阿拿下，在哪呢，嗯，怎么没了， CB 就是一个 CB， 你看都找不到他啊。接洽购买，支付跳过俱乐部谈判，好好谈啊，我就怕他，我不知道他周薪多少，在巴塞罗那周薪很难盘啊，很难盘，希望他自己给我报个价啊，希望他自己给我报个价。阿拉霍周薪给多少啊，兄弟们，我们给多少钱他没有告诉我们，2000，给他2万，可以吧，周薪2000不过分啊，巴塞罗那出来的啊，哎，2000啊，老哥，都不敢动了，很合理，很合理啊、哦！来了来了，我觉得2000对我们来说无伤大雅，就是我们之前把我们之前的小球员的这个钱啊，全部给这个球员了，对吧？65啊，上来培养，这个有潜力的。不要看他现在总评低啊，大家不要慌他，总评低很正常的啊。什么叫做小妖嘛？你从巴塞罗那挖出来的65，那是质量很高的。你从巴塞罗那挖出来的65，绝对不会像曼城挖出来的20万那么的气人。巴塞罗那的65，就我们两个65的中后卫啊。2000其实也亏不到哪，我们是保证他能签下。确实有观众说可能比我们之前其他的球员签的多一点，2000的周薪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啊。好，我们这里来再看一下，哈兰德乌德也直接是看看的啊。卡梅罗没有那个脸啊，没有脸直接去掉啊。日本籍球员480万，边锋我不要。卡拉多巴塞罗那的295万，中场德容也是看看啊。斯基普345万，可以踢后腰。斯基普，这是多特那个后腰。多特这个后腰有很多亮点啊，这个斯基普就没有这么多亮点了，看到没有？只有一个短传是亮点。这个多特的亮点挺多的啊，平衡、积极性，对吧？再看看啊，雷伊斯呢，亮点一般啊，拦截弹跳还可以，也是在巴萨。戴维斯我们是看一眼而已。莫雷，哇，莫雷虽然是右边后卫，但他是个玻璃人啊，可能要被淘汰。他速度非常快啊，这是多特的边后卫，多少钱？190万，便宜倒是很便宜啊，实话实说。哇，这个多特的这个中后腰我直接签了吧，兄弟们，这个多特的后腰130万的解约金，应该是我们手头上面最便宜的之一了，咱们先签他，对吧？拉哥先签啊，这个肯定便宜，一样是后腰，这个多特的便宜多了，130万啊。
简直不要钱。这个人到底怎么读？他这个是德国名字，我读不来。这德国名字我实在是读不来。看他啊，拉什尔，拉什尔啊，哎、哦，好像拉什尔，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拉什尔。哎，可以的。啊，他想要偶尔，我给他未来，看他愿不愿意。他是想要偶尔，可以给他偶尔。偶尔的话，他总评应该也是在65左右。我这次给他1500怎么样？我巴塞罗那我给2000，我给多特给1500 不过分吗？1500的中心可以的呀。可以，450。他自己报了450，我估计只有60-65左右的总评啊，看一下多特的，也是个小妖啊，62，稍低啊，和贾纳特直接踢两个双护腰，对吧？稍低，但是肯定是有很高潜力的啊。拉什尔，哎呀，这个有点太低了呀，感觉，妈的，只有62，我操！咋能那么低呀、啊？当然，我可以给他无限的机会啊。他跟这个夹哥还有巴雷尔，也就我们后场四个全部都是小球员啊。拉什尔也是的。62，怪不得这么便宜，妈的！多特这个拉什尔真的是便宜的有道理的啊，便宜的有道理。62，真的是，他是有惊人潜力的，看到没有？他有惊人潜力，好，肯定是有潜力的，这是100%的啊。贝拉也是惊人潜力，看到没有？夹哥反而没潜力了，你们看，夹哥没潜力，对，夹哥没潜力。好，继续签啊，我们要多少钱，看一下，我们还有1000万啊，钱我们是省着花的，没毛病啊，没毛病。1000万呢，你有两种操作可能，我们全部签小妖呢，就谁踢出来卖谁嘛，到时候对吧。是这么回事啊。前锋拜仁的阿尔普我们先拿下了吧，我觉得这个潜力也到位，340万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要不要签个门将，这也是个问题啊。先谈阿普，偶尔是左边那个啊，偶尔前面有轮换重要和关键啊，所以说偶尔其实是最低的一个，知道吧。阿普先拿下了啊，1000万可能只能买大哥的一条腿，对，没错，你太聪明了。给他1500万啊，不，1500的中心，10000的签约费，很合理了吧，老哥？完了，阿普被签下来 ，fuck， 我给1500，他直接转头就走了，没签下来，你看看，所以还是得跟你们，不是不行，刚才跟你们讨论也没用啊，你们也觉得太低，你们还嫌太高了，我去，呵呵，高个屁啊，没签下来。哇，囧哥好贵啊，囧哥好贵啊，现在怎么办啊？哈兰德没有解约金的，我只是看着而已。莫雷是玻璃人的右边后卫，但是便宜啊，多特的呀，190万啊。还有谁啊？还有中场，还有一个这个卡拉多，这是巴塞罗那的门将，有个佩纳230万，雷伊斯750万，往下走几个都不能签啊。锋线其实我们只有这一个选择，刚才还有个斯基普后腰，斯基普340万，斯基普其实亮点比较少。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我们阵容前场有干哥对吧，右边有佐勒尔，后场四个青训球员。我现在有个想法，签一个囧哥，然后直接青训，青训找中国边后卫，中后卫暂时有范志毅，我现在已经在想中国队的事了，好吧，你们要想得远，知道吗？我们签囧哥，签囧哥，然后那个后防线直接留下400万签青训，对吧？不要再签人了，我们小妖太多了，我们都练不过来的，到时候现在下面也有位置，对吧？啊，20万从曼城买来个倒水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现在你签谁都不对，中场我们已经有两个小妖了，对吧？没有必要再签了。
来，青训要先考虑到，我们可以先做中国青训的边后卫嘛，对吧？先来看一下现在有没有教练啊？说完这个小时，那我们就可以整一个五星的教练了，应该要整一个五星的教练了啊。那我把囧哥签下来，囧哥这个肯定是要练的，440万到了600万，哇塞，现在签囧哥都要400万起步了，我的天哪，厉害了，啊，400万起步签囧哥，给啊，2%给了。小问题 ，no problem， 囧哥不贵的呀，400万拿下。有观众说囧哥签不下来，青训做不了，做，放心，囧哥跟我这手关系，好吧，稳稳当当，大家放心啊。这都多少年了？就问你们囧哥多少年了？这不是布林德之前的网红吗？开玩笑，对不对？只是我们自己直播间有没有传出去而已，老朋友都知道，囧哥。开玩笑，这个肯定是一定要在的，一定要在我们球队的啊。好，这样的话我们囧哥上场了，但这个佐勒尔呢是个问题啊。佐勒尔他这个模拟贼强，现在目前呢我们暂时是在模拟状态，对吧？因为囧哥总评也只有70啊，可以先让囧哥打个替补啊，之后再考虑佐勒尔他们这个怎么去处理啊。先把上半赛季推一推啊，推一推上半赛季。哎，你们看我们替补有点人，然后推一个礼拜我们就去看一眼青训，我们从正式联赛开始之后就要做青训了啊，也就是从1月份开始正式开始中国青训啊，不对是9月份开始，这个是夏窗不是冬窗，忘记了，来往后推一推啊，干哥在前锋线，不需要卖了吧，现在不需要卖了啊，我们可以到赛季中再卖了，大阪樱花有这个哥们这么热，炙手火热啊，哈哈哈哈，这么多球队来报价，这哥们这个交易市场爆炸了呀，鹿岛鹿角日本队，哇，大阪樱花符合红宝石，鹿岛鹿角三支日本队伍疯了，就疯狂追逐这名年轻小将，但是我们就是不给啊，呵呵，然后日本的这些球探疯狂的在我的俱乐部门口请我吃饭，我就是不给，哎，我气死他们，哎，这个钱我就自己吞掉啊，还能有人包饭啊，又来一个，这次是海牙，哦，海牙了，海牙荷甲了，哎，你别想了啊，他什么东西啊，里特池这么厉害，这个德国球员这么厉害的吗，我看一眼啊，这么炙手火热的吗，哇，这又来一个报价啊，天哪，你们看啊，这个人这么多人报价的，为什么呀，我看看他怎么厉害了啦，65啊，他是怎么了，他是潜力新星吗，德国的后防线应该不是的呀，哎，真的不是的，他真的不是，他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之前那个看过的呀，后防线没有潜力小将的呀，对吧，前锋干哥还是潜力有的，囧哥可以练啊，中场你们看拉舍尔我们还是要给他练锻炼机会的啊，哇，几个乌拉圭，我们现在想要很多练不过来，哎，这个图图怎么一下子，啊，这个图图本来就有的，这个图图本来就有潜力的，对，我们没有有潜力的门将啊，然后我们这样子啊，阿拉霍的话我们给一个训练位，所有的后防线球员全部给防守训练位，对吧，贾内特，干哥的话临门一脚还是耐力呢，他临门一脚够了啊，耐力，其实干哥也不用练耐力啊，干哥直接练射门，干哥直接练射门，耐个屁的力，你要能进球别的都无所谓，然后中场拉希尔给个位置啊，他是后腰也练防守，好，哎呀，拉希尔冲了，贝拉又涨了，要66了，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啊，每一周会有青训刷新球探，这周刷了一个荷兰球探，五星四星不行，我们这个中国球探就要第一时间就给他真正意义上弄好，我留了600万啊在身上，对吧，这次是很认真的留的，哇塞，下场比赛对阵勒沃库森，不是那斯图加特啊，
我估计联赛，哎，我们现在这个阵容联赛是不是起步无敌？你们有信心吗？你太宝贵了，哎，这哥们儿，既然你改变了卖掉我的想法，我希望得到出场的机会。你还真以为你能卖掉啊？你现在就是其他球队给我请包饭吃的，你在想什么呢？啊，就其他球队来找你，好吧？你就是个包饭的哥们儿，来把他再挂上去。他真的以为自己变强了，我服了。想什么呢你？挂上去。他在做梦，你知道吗？饭票啊，就是我们免费饭票。怎么样？怎么样？一比一可以的呀，佐乐。哎，这个佐乐啊，真的有点厉害呀，猛进球啊，他联赛射手榜要上去了吧？啊？看一下呀。哇，索勒尔联赛射手榜第一啊，波鸿像个妖精一样在前面，场场进球，天哪，这么狠的吗？真的是场场进球。哦，这个可以卖啊，我这个太便宜了，直接走掉，直接走掉，拒绝，25万直接走了啊。来看看青训，看青训，千万不要忘了。哦，这个四五星还没有刷新啊。波鸿3-1，哇，佐勒尔布勒姆，苏吉垃圾，祖垃圾，祖垃圾，可以，祖垃圾又进一个。迈尔不是自夸的人啊，你们都不要跟我吵啊，都不要吵。小球员绝对给机会啊，干哥长了一点，可以。拉什尔在冲刺，干哥长到74了，很好。2-0，哎，可以，哎，我感觉佐勒尔光环没得了，佐勒尔不行了，开始不进球了，佐勒尔不进球了啊！我们联赛冲到第7了啊！明天就会有比赛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明天我们能够争取德甲的机会啊！升到德甲，我们第一个赛季保级都可以，但是我一定要去，哇塞，我们92的俱乐部这个。哎呀，俱乐部经理对我们的业务表现非常满意啊！青训继续看啊，我推一推进度，已经是推进度了。以前第一个赛季都要手踢的，对吧？以前第一个赛季都要手踢的，现在他妈，但凡给你直接就磨过去，已经很好了，对吧？3-0，哇！哦，行，一口毒奶，佐拉尔又进球了。哎，这个布勒姆也开始疯狂进球啊！布勒姆是我们哪个位置啊？布勒姆是我们的左边前锋啊，我们两个边翼很强啊，4231两个边翼贼强，疯狂猛进啊，可以的，进联赛拿分就行啊，模拟这么强。贝拉冲刺67，贝拉要冲刺67了。阿拉霍也非常不错啊，我惊了呀。我们很高兴的通知您，由于在波鸿的优异表现，你已获得月度最佳经理奖项啊！您的努力工作并向自己和所有人证明了你们，谢谢，哎，谢谢，哎呦我的谢谢，哎，就莫名其妙了，真的是，哈哈哈哈哈哈。哎，可以吧？这个大拇指怎么样？哎，可以吧？哎，请给我必要的尊重，好吧？切，开玩笑呢！月度最佳球员，啊呸啊！最佳教练，这可是我执教的第一个月，我就起飞，好吧？贼香呀！联赛第6了，我少赛一场，联赛第6，这场再拿下，兄弟们，状态这么好，不给他冲一个啊？啊，别给教练丢人，好不好？冲他呀！冲他，别给教练丢人。冲塔 ，nice 2-0，哇！祖拉基和布勒姆各进一球，无敌。青训继续涨啊！现在看一眼教练，阿拉霍涨到67，可以。哇塞，贝拉直接67了，哇！这个贝拉真的长得快，兄弟们，这个贝拉真行的呀，贼野，而且他1.91米，你们看这个赛季贝拉长了几点？哦，你们看不到，被我摄像头挡住了。贝拉已经长了4点了，现在阿拉霍长了2点。干哥涨了2点，拉什尔涨了1点，真的野，真的野，真的野啊！
来来来，青训啊，我们现在这个赛季钱就留给青训了。五星五星五星球探，哎呀，奥地利球探啊，四星经验，五星判断力，再拖不行了呀，再拖他妈又要拖到十，已经十月份了，妈的，他妈都十月份了，今年要马德来，咱就不能赶紧来个好的青训，青训武将吗？帮帮我们呀，来个强一点的青训武将。这个东西真不能凑合，你青训真不能凑合，老哥，青训真不能凑合。你看这两个四星的，我肯定不能凑合啊！你越凑合，你越找不到好的，真的不能凑合。咱们以前凑合过，北爱尔兰想叫我们做国家队教练，我这刚出道，我这才做德乙教练，才一个月不到，你们就来找我，就挖我做国家队教练，是什么心态了啊？啊！真是有问题。哎呦，哎，拉什尔进球了，拉什尔进球了啊，可以。迈尔想要向我坦白，迈尔就是，对，囧哥没球踢也有点难受，囧哥其实我都没练囧哥啊，囧哥自己就冲了，但是佐勒尔确实表现好啊，我现在没有囧哥的位置怎么办啊，囧哥只能打替补，他也很难受。布勒姆也一直在进球，我也现在，哎，祖拉基也是在进球，干哥也是在进球，前四个人都进球了，那么囧哥的位置在哪空出来呢？嗯，两个中会就67了啊，我们两个中会厉害了，一个1.9米，一个1.91米，我的天哪，贼肉啊，贼肉，贼肉啊，贼肉。我们两个中后卫贼肉啊，囧哥就先第六人吧，不着急啊，我给他机会的。佐拉肯定是，佐洛尔肯定是要走的，兄弟们。哎，其实我个人觉得佐洛尔下来吧，好吧，我实话实说，真的，我不是因为偏向囧哥，也不是说你模拟强，但是囧哥的模拟肯定比你更强，你信吗？囧哥的模拟肯定比他更强，你们信我？真的呀。波鸿联赛第三啊，表现优异，我都没有练囧哥，都不着急的。拉什尔64了，可以。哟，佐勒尔想首发啊，我根本不理他。举报了呀，举报了！教练五星五星双五星。来啦，兄弟们来啦，中国青训有望啦，好吧，荷兰的那跟我关系都是好杠杠的，对吧？荷兰的球员跟我关，我们现在第一个来的应该是个门将，朱军意下如何？我们应该先找一个中国门将，我们先要一个中国门将能直接到以后是第一个青训球员上90嘛，对不对？我们俱乐部也缺一个门将，没错吧？应该先是守门员啊，我说一下，青训也不刷的啊，我们这次青训也不刷的，中国青训就是看脸不刷的啊，以前我们都会刷一下，现在我们就看脸，什么时候能出什么时候上就看脸，好吧，就这才有真的就是千年等一回的那种感觉，如果真的出来了，我们就，而且我们有一些一般的苗子，我们可能都要给他们机会，对不对？就本来叫去高考的，可能都要给他们机会了，对。紧张啊，紧张！哎，有青训了，就立刻我就来精神了。祖拉基进两球，夹哥进一球，贝拉受伤了。哎，不要呀，贝拉不能受伤啊！继续努力啊，你不能首发了。两周四头肌拉伤，四头肌拉伤有点气人啊，没事，有替补，问题不大，小伤啊，球员那个年轻的时候拼的比较凶猛，是吧？哎，没事，我们德国杯你本来就是来参与一下啊，现在这些球队都不认识我们的，我们能赢就怪他了，对啊，德拉克斯勒进两球，哎，正常，踢科隆还是可以的，踢科隆还是可以的啊。哎，对，我们球探还没有送出去啊，球探不着急，因为现在不是交易期了啊。德甲一个，然后英格兰一个，
然后那个西甲一个，西班牙一个，这个四星呢直接让他去意甲，现在意甲比较强对吧，差个法甲的也无所谓的啊，问题倒不是很大啊，主要是个球探就是帮助我们捡漏啊，注意一下球探，球探就是帮你，九哥来射门抬上去，好，九哥上首发之后现在还没进过球啊，不应该这样的呀、啊、九哥啊，该努努力了呀，德甲前几晋级啊，第三是有附加赛吗，反正我们现在第三啊，来看一下1月25号第一次青训，反日是1月25号啊，回来的是1月25号，现在是啊不对，是2月11号，那么反日是2月25号，对，第三应该是有附加赛的吧，对，第二和第三打附加赛，完了呀，我们会赢啊，想什么呢，我们波红蓝色军团好吧，惊鸿一瞥说的就是我们，懂不懂中国文化啊，不懂了吧，啊这些记者就是瞎搞，来纽伦堡揍他，被揍了，纽伦堡这么厉害的，这么狠啊，啊跟纽伦堡吗，吃的什么宝啊，哎可以的啊，阿拉霍68，拉什尔65，我感觉贾内特涨不上去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囧哥说实在的现在上去手踢厉害，但是现在我不手踢的情况之下他踢不出来啊，佐勒尔妈猛之前猛进球，我先暂时不卖吧，这200万现在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对吧，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暂时不要卖他太厉害了，现在咱们现在不要卖，我现在续签他去，他有一个解约金的，我才发现对吧，他现在是球队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啊，囧哥还是让他先打替补，对，囧哥不着急，囧哥这辈子都不会走的对吧，你们也懂的，囧哥这辈子都不会走的呀，正好我们现在模拟这个佐勒尔这么厉害，就应该给他机会啊，合情合理，囧哥开上个几场开心开心就行了，不要搞那些幺蛾子，1200你看看他对自己的身价也很有信心啊，是吧，很有信心，你看圣保罗这场比赛我觉得佐勒尔就要进球了，而且真的九哥不在上了之后佐勒尔你看看呀，你看看呀，哎真的呀，有点道理啊，啊咱们这手这个就教练的这个东西就出来了，佐勒尔打点球稳进啊，有点道理啊，呵呵呵呵，有点东西的，是有点的，人家是有点东西的。里特茨缺阵6周，迈尔转会提案。里特茨缺阵6周，咱们的左边后卫，扣扣瓦斯上。还有谁能踢左边后卫的吗？完了，58的左边后卫，我现在需要一个中国的青训小将，左边后卫直接上首发。我都不说什么了兄弟们，是吧，直接上首发，一个猛冲一个俯冲就上去了，真的呀，是不是就一个俯冲他就上线了，赶紧来啊，啊老急了老急老急了，真的就来一个中国的左边后卫，直接一个俯冲冲锋就上了，赶紧的，25号啊，25号第一批青训球员就要到，哦，干哥又涨了，无敌，贝拉他妈
受伤回来又涨了68了，可以可以可以，干哥75了，干哥要冲击80吗？球队老大哥了呀，干哥10号了啊，10号到25号，加拿大让我们做国家队教练，哎，走开走开，我只做中国队国家队教练。训练啊，哦，第一批是守门员，傻掉了呀，这个咋整？哎，我想想，我第一批找的是守门员啊，哎呦，给忘了，1-0，哇，哎，这个实话实说，确实是啊，我们这一手也没办法，没的办法，确实是得让佐罗尔上啊。现在这球队很仰仗于他，他太野了啊，什么1-0拿下球队，唯一进球，对吧？这个佐罗尔还是厉害，实话实说，咱们应该给他更多的机会啊。54的这种我们直接就走掉了啊，就是倒水的。他现在是球队的大腿啊，帮助球队赢球的男人，对吧？虽然我们不用练他，但是哇塞，这个阿拉霍长得贼快，我去，青训来了，囧哥又崩了呀，囧哥一来就崩，来个世界级的门将，来个世界级的中国门将，哇塞，下面有一个15岁谭杰，哇塞，下面有个陈胜，最大之都是74，兄弟们看到没有，哇，第一批啊，第一批，哦，15岁那个我好期待啊，如果15岁那个直接来个50万加就可以，我都不贪，真的潜力高一点，这个先拒绝啊，小的先拒绝，下面有个75的，下面还有个67的，先看67的不行，15万的不行，拒绝，王邦73的最小潜力值53，最大潜力值73，拒绝。来看一下啊，这个拒绝完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谭杰了，先瞄一眼，谭杰1.91米，72到94，15岁，不好说呀，不好说，不好说啊，不好说，不好说，他比较中肯。那我们来看一下陈胜，陈胜17岁啊。陈胜肯定不行，潜力太低了，75万。谭杰正好50万，陈胜75万，肯定是谭杰吧？还是谭杰啊？陈胜不行，陈胜这个虽然75万，但是我们可以把陈胜先签下来，就是在球队里面倒水，你懂我意思吗？陈胜可以签下来，谭杰在青训里面我们给他训练位。都签下来啊，因为你球队养一个人无所谓，陈胜先签下来养住，对，这个的话62的总评很好啦，对吧？15岁62，1.91米，身高也 OK。陈胜先签下来啊，陈胜64也比我们下面的好多人都厉害的，你看看。对吧，你看人曼城豪门出来的都只有54呢，开什么玩笑，对吧，陈胜直接就64了，包括我们谭杰也是62，也很强了，你再不济你陈胜踢个左边后卫都行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冲动啊，不要冲动，把这58的弄下来，陈胜上去替补席上面看看风景，研究研究，哎，囧哥心态崩了怎么办啊，这是个大问题啊，囧哥心态真的崩了，要不就把布勒姆换下来打替补，就他俩轮换一下，那我们就给谭杰训练位了啊，0-0，平了一场，我们还是联赛第三啊，青训球员报告，谭杰直接青训球员报告了啊，直接就报告了，别啊，你不要直接报告呀，你这个报告一下子就让很多人心凉了一大半，你不要直接报告呀，你就让我们捋捋再报告，
这一下子就报告了，你这本来是72到94，现在是69到89，但是他可能会涨回来的，你们觉得要不要练他？现在这摆在我们的问题是这个，要不要练他？夹哥不练了，要不要练他？15岁，要么练，要么就送走。真的，15岁你放着没有用的，就是你放着你一定要练，你不练他没有用。我觉得我拼手啊，第一个球员我还是给机会啊，我给谭杰机会，第一个球员我练他，看他第二次的表现，好吧？第一次他可能，他第二次只要往上找回去，我就给他机会。我们第二个月还是找门将啊，因为这个门将不是特别稳。对，我们还得看看，说不定会涨回来的，它是动态的。布勒姆又来搞心态了啊！眼下还有更重要的比赛，不要搞心态。囧哥必须得上。菲尔特谁受伤了？布勒姆上。囧哥踢左边后卫，速度够快，囧哥可以。贝拉上线啊！哎，你可以踢左边后卫了。哎，你踢左边后卫，囧哥还是首发，布勒姆还是下来哦。布勒姆举报了，布勒姆举报了，举报了，举报了，说我做错了什么？就是因为以前我不认识你，对不起，布勒姆。嗨。那没办法，球队出现了伤病情况啊，全是替补的后防线球员啊，也挺伤人的。贝拉先上啊，菲尔特能行吗？球队干哥打进一球，好像囧哥上场之后球队就不会进球了，怎么回事啊？啊，哎，你说这个怪吧，感觉最近囧哥有点僵啊，啊，这球队不会进球了，佐洛尔也不会进球，停手了，我们轮换一次啊，看看，囧哥有点拉垮了呀，现在不太适合这个球队，主要是手机可能会好一点。对，谭杰涨了啊，我相信谭杰，我给他一次机会，63了他，阿拉霍直接69了，哇，阿拉霍涨得快，阿拉霍涨得快啊。开个会，开个会。汉诺威啊，汉诺威加油呀！汉诺威我们应该可以的呀，汉诺威我们应该可以的呀。这次我让囧哥下了啊，看一下囧哥下了之后，那么真实的吗？哎呦，汉诺威我们也输了，2连败。球队怎么的啦？一些国家队似乎打算在接下来几个月中聘请新的教练，我已经与一些碰面了，其中有中国和巴拉圭。我也不说什么了，你们看到没有？现在就是很快啊，国家队足协，中国足协已经早早的盯上了我，知道一听到我要开始执教球队之后，他立马就开始对我进行这个调整和这个，对吧？整体已经完全知道我要干什么了，立马就盯上了我。拉什尔66可以，贝拉69 ，nice， 我们两个中后卫要上70了啊，很快很快，非常快，一点问题没有啊，两个中后卫上70，舒舒服服。那个左边后卫回来了是吧？不是那个左边后卫，咱们没有左边后卫。卡卡洛夫，我相信你一次，好吧？你给我们争口气，你是个左边后卫。科科瓦斯，你争口气，不争馒头争口气。我们给谭杰一个月的机会啊，看谭杰能不能涨上来，好吧？好像上不上囧哥都不怎么样。哎，囧哥恢复了。
看到没有啊，我傻掉了呀，孙志海呀，图片呢？刚才图片呢？中国太阳欧冠最佳球员之一孙继海，来给我看一下啊！哇，那我们刚才只是看了图片，没有看真脸啊！对对对，哎，对啊，范志毅还没看呢。神似短发哦，可以的，可以的，做得很好啦。主要这个抬头纹做出来了呀，对吧？抬头纹做出来了。很强了，抬头纹做出来了，可以，很好了。范志毅呢？我有点紧张了，范大将军，哎呀，啊，范大将军，范大将军啊，哎呀呀呀呀！哎呀，这个可以。来，走出来，我看看。正是，这个怎么就有点肿呢？我的天哪，他这个做出来怎么有点肿了？他为了强行把这个面部弄上去，有点肿了呀！啊，这个有点肿了呀，跟他体格不太相似啊。但脸是肯定是这个脸，但是范大将军脸很瘦的呀，这个太肿了，这个有点太肿，这个有点太肿了啊，脸都不要了。可以，这个研究一下，没事，老陈他们会跟这个可以修改的，面部可以修改的，脸都不要了。哦哟，小贝来看一眼好吧？小贝来看一眼，很多观众啊、哦，确实小贝就是小贝的颜值，我这次还是比较关注的，上次我们有过一次啊。哦哟！我的天哪！这个贼真！我的天哪！哦哟，这个比上次那个档真太多了，兄弟们！哇塞，这个可以的，这个是真的像呀，这是自创的。之前那个打的小贝就什么东西啊？卡卡是本来就有原生的呀，卡卡本身就有的呀，这个不需要看的呀，这个本来就是传奇的，他肯定有的。想看一眼坎通纳，哎，坎通纳那个照片很帅啊，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卡卡是肯定很真实的呀，因为他是本身就是巅峰传奇啊，对，这个肯定很卡卡啊。还有哈维，对对对，哎，这。什么意思？就我们俱乐部可以停一停了，现在开始看人了是吧？哦，厉害的这个，哦，这不就罗本本吗？啊，这不就罗本本本吗？哎，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的。哈维呢？啊，哈维不是也是哈维本维吗？那哎，那个嘴巴往下翘的感觉。哈维就是哈维走维啊。哦，可以，哎，埃托，哎呦，这不是埃托奥本奥吗？我靠，国王看一下长什么样好啊，他国王这张图片已经是无敌了。还有托雷斯地方看一眼，因为这些都是自制的啊。哎呦，真可以的呀！啊，兄弟们，这个真可以的啊！啊，虽然他穿的是现役的曼联的球衣，没有立领啊，但是这个真可以啊！啊，而且那种壮壮的感觉，对吧？哎，那个大鼻头，那个耳朵，哎，真可以啊！范佩西，Robin van Persie， 可以，这个很传神了，兄弟们。主要那个发际线很传神了啊，荷兰中场斯内德这个发际线很传神了。
啊，兄弟们，很传神了。我靠，这个卢锡奥怎么不对嘛？好像啊，为什么我印象中的卢锡奥不是这个样子啊？是我的问题吗？不对啊，这个不是卢锡奥啊。小猪是问斯泰根，身体有些太单薄了，他不应该是这个身体强壮度的，脸是没问题啊。小猪的话，身体有点单薄了。索帅，哦，这个索帅可以的，兄弟们，这个索帅可以的，而且捏出了那一丝稚嫩，有没有？就是跟现在的索帅不一样，哎，那现在索帅他就有一种苍老感，这个捏出了一丝稚嫩。林家德像不像？像不像？你的灵皇处处猖狂啊！哎，很切合呀，好像有点，稍许有一点胖，但他这个衣服怎么就荡啊荡的？你们快看呀，他这个门将的衣服怎么感觉就大了一号，就穿大了一号？可以可以可以，真的有啊，真的有墨镜啊，兄弟们，这就有点骚了。可以了，这个档我们今天开档还是比较顺利的啊，我们加入了德乙波鸿啊，蓝色军团波鸿，赵玉一会带领这支传奇球队啊，呸啊，这支草根球队变为怎样的传奇球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啊！中国青训计划新的一个征程，希望大家一起见证。